合唱团是成立在西元2000年，也就是民国89年的元月，到现在已经有18年有余了，是基隆社区大学历史悠久的社团。他们的评鉴呢，年年都蝉联优等，而且是最优质的社团，也是基隆市文化局核准立案的演艺团体之一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欢迎黄卫玉老师所指导的喜悦合唱社第一首歌曲《不会太迟》。有一个摇篮，摇着2000多万人。这个神奇的摇篮，它的名字叫做台湾。这是一首抒情动听的歌曲，我们再一次的听他们演唱的第二首，叫做《台湾的优拿》。
台湾的优拿，正是我们喜悦合唱团混声四声部唱出来的。第三首曲子是《最后的住家》，这个是马杰博士他在生前所写词的。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，我的青春隆中献给你，最后的住家。Thank you.
由合唱团来阐述这个马偕博士一生都在台湾，他把台湾看成自己的家，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啊。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基隆社大的喜悦合唱团演唱的三首曲子。